怎么了？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皇上轰了！皇上轰了！皇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！1861年，清咸丰11年，咸丰皇帝病故热河。赛虎，你可坑苦我了。现如今皇上已驾崩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去？你呀，你可坑苦哥哥喽。董海川受义军首领唐赛虎委托，净身入宫刺杀咸丰皇帝的计划，因咸丰驾崩而告停。见到他，不，求求我们一起走，一起走。将军，告诉他，今生保重，来世再见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小青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会在城里？将军，让我告诉你，赛虎他怎么了？他说，小青，小青，赛虎。不行啊！来看我了。闹什么闹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法国公使要的东西，摔坏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胡说八道！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啊！这是御用之物，你怎么能有？放屁！这可是法国公使点名要的，你给我！你，宫六指，宫六指是谁？这北京城谁不知道我宫孝拱？还用你来问？将军，宫六指是他的外号，大名是宫自珍的儿子，因为会说洋文，一直和洋鬼子混。听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，就是他带的路。是你，原来是这个奸贼！哎，博尔德密先生，就是他抢了我要送给您的东西。神机营哪位在此？你是？在下张干处。什么张干处？张干处早就解散了。敢问您是？别管我是谁。你们这些人，不能再聚在一起。我们朝廷已是格外开恩，你们得罪了公使大人，破坏两国和谈，这件事儿，如果计较起来，个个都得掉脑袋。这些御用之物，让这些洋鬼子拿走，咱们就不管吗？连地都割让给人家了，这点玩意儿算什么？王爷有令，谁得罪了法国公使，不问缘由，一律向公使大人磕头谢罪。这不可能！还不赶紧跪下，磕头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还什么将军？你们！早就和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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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就是这里，哎，这里应该够胡府里神火箭教堂了。一边去，说你呢，一边去。不安的嘞！不不不，你不用这样做。这块土地已经被我们买下来了，驱逐这些无知的东方人就可以了。这是黄皮猴子，羸弱的就像三马场上腐烂的缰绳，怎么配拥有土地？安德烈，这块土地上拥有数不尽的财富，我们需要将他们献给法兰西的皇帝。如何让他们听话？这就要让胡弗瑞神父把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他们。哎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我希望这里有一所大大的教堂。哎，走走，大人去这边看看啊！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让开，让开！喝酒不吃菜，占这么大桌子干嘛？你笑什么笑？起来，哎，走了走了走走走。哎呦，这人是厉害，不错啊，厉害呀，功夫好了，是好。客官您慢用。少喝点，少喝点。哎，怎么又来了？来，坐边上，不碍事。我们掌柜的说了，您欠的酒钱太多了，哪有往外赶客人的道理？在跟我开玩笑。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要不你自己乖乖离开，要不别怪我们不给你们四王府面子。我就不走，不走是吧？哥几个，来人啊！来了。又干嘛呢？干嘛？有事儿啊？行啊，我走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点，快点。我妹妹，孙子，你们往外赶客人，爷我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嘿，我欠你酒钱，你们这边注意点，你不能信不信？掌柜，掌柜，上酒。好嘞。哎呀，爷几个没给钱吗？哎，你刚才那个招式怎么来着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小心点啊！哎，好好，别摔了啊！快点，那边那边，动作快点，坛子小心一点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死太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平时说酒就算了，竟然偷酒吗？来人呐，来抓贼了！来人呐，赶紧抓住他！赶紧给我抓！追呀，给我追回来！站住！偷酒的，抓住他！掌柜的，这位酒钱算我身上，别打了。前辈，刚才你那步伐是什么武功啊？我不会武功。前辈，我叫讷苏肯，打小练武，特别佩服武功高强之人，请您收我为徒吧。我不会武功，也不收徒弟。
哎，弟兄，可是你请我喝的，我可没求着你。您是风尘艺人，既然不肯收我为徒，那看这样吧，您教我功夫，我天天请您吃酒，行吗？ 不会武功吧？不是，就教您刚才那步子就行。我一天请您吃两顿，大鱼大肉随便吃，就学那步子。前辈，您是不是因为我叫讷苏肯，是个奇人，就不肯教我功夫？我对天发誓，我虽在奇。 但我从来没有仗势欺负过人，您就高高手，教教我呗。行吧。前辈，您看我这动作做的对吗？对，你就这么练就对了。哎，前辈。 咱这功夫一直转圈叫啥名字？没名儿，我叫他转掌。转掌。我听说端王府上有个教习叫杨露禅，他练那叫绵圈，跟咱这挺配这样的名字哈。而且武功的路子也差不多，举手发力，他也是圆圈。圆圈？啊，圆圈跟圆圈可不一样。 我就转掌，要的就是神意不同。眼神向上，而意念向下；眼神向前，而意念向后；眼神向左，而意念向右。其正相生，阴阳和谐，这才是八卦的道理。你懂八卦吗？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。 你就这么练吧。啊！好。大人。嗯。 回大人，咱们这里也用不着太结实的家伙，他吓唬吓唬人就行了。胡说八道！大人，您的公交想见您，我带来了。将军，怎么如此模样？将军，自打得罪了洋人。 战乱出就散了，我也没谋到什么好的营生，每天只能街头瞎混混。去吧，弄点吃的喝的。是，大人。将军，吃喝不急，我来是有急事禀报的。说，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 看到一个人和别人比武，拳法和招式，像这个人，啊，董海川，他又出现了，应该不是他，此人很年轻，拳法虽然像，但味道还差得远，也许是他收的徒弟吧，咱先抓来问问。 Thank you.
就是那个城，就这么。你打，就是那小子，整天混场。哎呀！身法真快，你看，是那个人吗？错。承认了，承认了！哇哇哇！让我也来见识见识，成不成？哥，哥，你咋来了啊？你小子几天没见，长能耐了。我这几手你没见过吧？嘿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我没见过。老二，你别瞒我，教你功夫的是不是宫里的人？我没有师傅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呸！你小子别不要脸，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套掌法我琢磨了七八年都不敢说会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跟我回去。哦。身上没劲，当然挡不住。前辈也没说脚上的劲力啊。师傅，你说那摩西擦镜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是。哦，这就是这种掌法发力的方法。我知道了。赛虎，你杀了一辈子奇人，我怎么能教奇人武功呢？我告诉他走圈是要摩西擦镜，却不教他发力的方法。虽然让他走圈，却不告诉他敌动我随，如影随形的打法。形意门出自军中，战阵之上，需防背后的敌人，所以需要有挡刀的人。我今天随便教他几手，也让他替我当挡刀。Yeah.
告诉我，你说的钱币在哪儿？我要会回他。不是什么钱币啊？说。男的，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干嘛去？来，快点！睡了。还认识我吗？董海川，董明奎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，来吧。我不懂。你是在取笑我吗？没，我真的不行。你看我这双手。将军，我们查过了，这人是个酒鬼啊，因为没钱喝酒才叫二爷功夫的。好功夫，我认，不认输。你我之间不是输赢的问题。站起来，接我的招。我哥是抓你来的，我才告诉他你在酒馆。我对不起你。你哥，德威将军是你哥？是啊。世界真是太小了，看来我们缘分已尽。你走吧。不，师傅，我要照顾你，我不怕我哥，打小他最疼我了。而且有我在这儿，他肯定不敢把你怎么着。我给你找京城最好的郎中。走，师傅。这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你哥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你走啊。我不走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不是你师傅，我从来就没好好教过你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跟着我也没有用，你是学不到东西的，我也不想教你，明白吗？不是，我，师傅，咱先回去，先疗伤。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哥！哥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干嘛呀？我哥都放过他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为难？二爷，这没你的事儿。董海川，你毁了我们重振斩干处的大业。德威将军看你是个废人，杀了你有失身份。今天，兄弟们就要拿你洗洗晦气。上。师傅，师傅，放开我！
师傅，大快点！停！都停手！今儿有二爷护着你，下次遇到照样打死你！呸！我们走。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，师傅？没事吧，师傅？哎，师傅，你看好了。师傅，您走步子干嘛？你看我的腰。腰？走着圈子，不管身体拧旋的角度有多大，步伐都是通过腰身一斜一正的旋转来带动。旋转，这样才能使身体沿着脚趟出的方向前进，走起来才能曲折迂回。哦，原来走步子靠的是腰力啊！你看这转掌，左旋右转，一直抢攻偏门，找的是敌人的空门，腰身拧转。站的仍然是中路。师傅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无人收土，有拿土里挡刀的，不是传真东西，为的是关键时候替师傅背后挨着一刀。我教你走这个圈子，没安什么好心。功夫有练法、演法，还有打法。我没传过你打法，就算是练法，我也没有全都说给你。对付普通人还成，若是遇上了高手，便会立刻要了你的性命。不是，那你刚才教我，你刚才替我挨了打，我也白吃你这么多天的酒，传你几手，咱们两清了。以后你再与别人交手，生死都与我无关。师傅，别再叫我师傅。我承受不起。灯笼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给你姑娘，谢谢您啊！怎么了？说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哥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啊，我这不是被你手下打了吗？我也得去看看郎中啊。哥，你看我这样，是不是应该也让阿玛和额娘瞅瞅？哼，你还敢说？今天要不是你，早就把董海川给打死了，我也出一口恶气。你那是草菅人命，我们沾干处抓的就是朝廷反贼。我告诉你，董海川就是反贼余孽，少跟他在一块儿。那你把他抓起来啊！你没证据，是吧？你要有证据。早就把他抓起来请赏去了。哼，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练武，可你从来都没有教过我。我师父他那转圈的功夫我真没见过，特别巧妙啊。我刚要跟他好好学，你这么一整他也不认我当徒弟了。巧妙，以前这种掌法才称得上是
出神入化，现在这个董海川挨打都不会还手，已经是个废人了。废人？不会吧？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啊！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！哎，听着，听着啊！哎，根据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的规定，法兰西传教士有在各地传教的权利。传教士胡夫里大人通过顺天府，把这胡同里的二十亩地全部征用了，建设教堂，设立儿等，三日之内必须全部迁出。迁出去我们住哪儿啊？此地已经被顺天府征用，转卖给了洋人。尔等签书之后，可以各凭红契到顺天府领取补贴银两。每间房给多少钱啊？每间房补贴十两银子。十两银子，五斗地钱啊！这四角城里哪处宅子不都得一百多两银子？你们给这点钱，我们上哪儿找房去啊？大伙儿说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搬，我们就是不搬。不搬！不搬！听说现在法兰西的贵族很流行学习这种拳术。是的，这么优雅的搏击术，有谁会不喜欢呢？光是先生，啊，我们不用自己动手的。不，我们一定要亲自动手，让这些中国人知道疼，他们才会听话。难道不是吗？是啊。You 什么功夫没见过呀？你看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倒是上啊你！不知道，就是用力。好吓人！Come, 懦夫。房子没了，怎么还能犯 ？Come on！ 命要是丢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我来领教。什么？你说说这个。Come on！ 哎呀，又出来一小伙子，这能行吗？这真是有人来治，能不能行啊？这小伙子，别碰我，怎么样？嗯，把命搭进去呀，兄弟！哎呦，哎呦，小心啊！小伙子，小心啊！耶！回！哎！你们两个还要多用用心啊！师傅，前面怎么回事？哪个妖？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看，师傅，前面好像有人在比武。哦，洋鬼子和中国人。气可嘉，听着，习武之人若是没有了血气，也就不配称为武人。可他打不过洋鬼子啊，师傅。是啊，这洋人的拳法很怪，极为凶狠。这小伙子再打下去，恐怕有性命之忧啊！
别再打了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师父，您不是说我是替你挡刀的吗？今天我就应该为你挡这一刀。师父，您不能不认我。啊！请个郎中吧。谁还上我？不知道。刘子康 ，Come on， 别去啊！去啊！阁下何必咄咄逼人？非要当场杀人方可罢休吗？来来来，我来给你斩斩毛。这位英雄，你非常厉害，你过来。哎哎，公使，您说，只要顺利搬迁，我们就不再动手。哦，明白，您等着。哎，杨爷，借一口说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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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爷，这事儿您管不了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洋人在这儿盖教堂的。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恭亲王管着的，现而今他可是太后老佛爷身边的红人。恭亲王现在正圣眷正隆啊，您如果插手这事儿，对端王爷也不好吧？哼，难道就让这些洋人随意伤人吗？法国公使说了，只要百姓能够顺利搬迁，他们不再动手伤人，而且他们还赔偿伤者汤药费。哼，走。哎，杨爷，伯公使还说了，说呀，您是个英雄，可惜像您这样的英雄，在这儿只有您一个。杨某是否英雄，不用他来评判。哎，您。在下唐赛虎。赛虎将军，这些年你去了哪里？任务好找啊。兄弟，你的功夫真不错，叫什么？叫转掌。啊，不，现在叫八卦掌。八卦掌可与阴阳八卦有关？有关系。这掌法蕴含八卦的道理，八卦如车轮，人生也是如此。不到呼吸停顿，则轮转不歇；走到周身一家，如轮似电之时，别人一碰就烦。兄弟好悟性，那在下先走了，咱们江湖再见。赛虎，你别走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请讲。这三年，我心丧若死，全废了。人也成了行尸走肉，洋人欺负我们中国人没本事，要打要杀，我不服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要将八卦掌修炼大成，开宗立派，传给更多的人，让人人都能强身健体，从此不惧外辱，不再让洋人笑话，只有一个杨露禅。讲得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告辞。赛虎。
三虎，三虎，静敌之仙境，敌来我解，敌不动我也动；动敌之江洞，静敌之仙境，敌来我解，敌不动我也动；动敌之江洞，静敌之仙境，敌来我解，敌不动我也动；动敌之江洞，静敌之仙境，敌来我解，敌不动我也动。 谁呀？谁呀？ 我的功夫还欠磨砺，在我的掌法还没有大成之时，还不能暴露我的行踪。最好的伪装，就是这个。从此我要会遍京城高手，磨练武功，吸取对手所长，重新琢磨我的八卦掌。朋友。 这是什么？大侠，这是什么功夫？从没见过。八卦掌，这招是好神奇怪呀！哎，我说，还是跟着总镖头走镖舒服，风平浪静不说，还能学两招。废话，这次你小子运气好。哎，别闹了。没有镖头，马上到镖局了，赶紧的。 您是铁掌陈总镖头吧？你是？久闻您一手掌法，特来讨教。请赐教。讨教？我看你不是来讨教的吧？抱歉，我打听到您今天回来，可不知道具体时辰，只好出此下策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来吧。您远途而来，要不要歇一歇？都打上门了。 我再来也不能歇了，是我思虑不周了，少废话，请赐教，请，那就承让了。 走！
这三个月以来，这大胡子挑战了多少场，打了多少人吗？多少场啊？对啊，他挑战了13场，打赢了13位。13场下来呀，我可看出里面有大猫腻儿了。猫腻儿，他拿这13位爷呀当磨刀石呢。我问你，这13位爷的功夫里面是不是有阴柔的？对呀，是啊。有刚猛的。哎，他是挑战一番阴柔，再战一番刚猛，他是刚柔并济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放动心了都。我问你，这陈铁掌的功夫是不是属于刚猛型的？嗯。这打胜这一场，下一步挑战的就是阴柔型的。据我所知，北京四有城唯一现在能跟他较量的，就是练蛇拳的金嘲讽。哎呦，还真是。怎么着，几位有没有兴趣再赌一把呀？金朝凤，胆干处的威名我早已知晓，有机会能得到大人的援手，我敢不从命吗？好。来嘞！今天赢了钱，我请几位。众多人呐，坏，来晚了。对呀，老板你。我说，您的馄饨，哎，谢谢你。咱们打赌的事儿。老板，您的钱，你们跟谁提过？跟谁说过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吧，没有的位置了。哎呦，您几位来了？来了，哟，你也来了。别再跟我说只是以武会友，不求名扬天下。你已经名扬天下了，还请金师傅海涵，今日无论输赢我都不会声张。既然如此，你还等什么？等我请你进屋喝茶。请。请。杰作武艺，为何如此加害？江湖险恶，你死我活。
受伤了，好，活该我老金扬名了。别再撑着了，刀子插在你的肩胛缝里，再用力的话，你那条胳膊就废了。何必咄咄逼人？少跟我废话，拿你的小命来吧！ 以武会友，老子的肩上还抹着毒呢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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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说了，人家大胡子也没打败啊，没输，被人追了八条街都说没输啊！没输跑什么？你说人家那是计谋，计谋是计谋个屁呀！一百一十，哎，来来来，赶紧赌，赶紧赌！几位，我还有赌，我接着赌，我赌，赌什么？我赌他会接着打，他不会助手，行不行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没人给你赌，对对对，没人给你赌啊！几位，我赌他下一个交手的人。 他下一个要挑战的是杨颖。我也曾差人去打听他，你哎，谁啊？啊，大胡子。 还真是染口。哎呦，前辈，您可算是醒了。我回王府了。啊，您伤的可不轻啊。还好，我已经给您上了金疮药了，估计不碍事了。哎呦，别动。 多谢，前辈，我怎么看着您有点面熟啊？莫非您也是咱们王府的人？我是膳房的老董。哎呀，我说看着面熟嘛。哎呀。
哦，对了，前辈，嗯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呢。我这条命算是你救的。嗨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咱王府后花园里面那树烫子有一个圆圈地，是不是您练武烫出来的？这就对上号了。我就说嘛，这肯定是练功练出来的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您是高人呐，太没有想到了。闲话少说，前辈，我要拜您为师。您知道，小时候我也是习武出身，一直想拜名师。今日得见您，您一定要收我为徒。前辈，您就……我不能再害人了。哦，啊。这些日子多亏你的照顾，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嗨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不，我还指望着拜您为师呢吗？拜师就不必了，咱们都是习武之人，以后可以多交流。哎，别！像您这种功夫呀，只有杨露禅、杨眼人家才看得懂，才配懂。我们这个没戏。功夫都是一点点长的，我刚练拳那会儿啊，还不如你现在呢。哎呀呀呀！您夸我心呢，这是。老陈，哎。你听我的，练武呢最主要的是心态，要海纳百川。得嘞，我记住了，这也算师傅您教我的第一个绝招。哟呵，光顾着跟您说话了，马上我得回去送王爷去恭王府赴宴去。我听说他们还请了这杨露禅、杨爷。哎呀，这顿饭呐，得拉碗了，得到虚实了。那行，您忙着啊，告辞。哎，慢走。哎呀。杨露禅、杨爷住的也忒远了，不过得过东棉花胡同。在下来求杨师傅赐教武功。没规矩，要与我家老爷比试武功，先回去下帖子吧。得罪了。杨爷，请赐教。阁下何人？贱民部族挂职，请赐教。你想让我赐教什么？你懂了吗？你小子装神弄鬼的想干什么？杨某有事在身，先告辞了。
郎中说，二爷的伤势太重，这拖了大半年，还是没能好。二爷临走前说了什么没有？二爷说，他求仁得仁，让您别为他报仇，也别找一个姓董的麻烦。姓董的不过是个废人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可那个洋鬼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那苏肯，你替我挡了道，就是我的徒弟了。我现在认下你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教你真的功夫。你想学，我现在教。上回我教你走圈，告诉你要用腰力，但脚下的百步扣我却没说。其实每迈出一步都要多一个探子，前脚迈出时脚尖往前多探一点，这样便活了脚腕。但光探不成，杖发不出力，探出去的一刻脚下还要如同搓麻绳一般往回收一点才可以发力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转掌我改名字了，现在叫八卦掌。咱这八卦掌若不说出来，但从表面看是看不出来的，你看好了。那苏肯，你都看清楚了吧？我本打算等你伤好之后正式收你为徒，可我没想到你没挺过去。我这门八卦掌从此也不再收挡刀的徒弟，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。杀你的洋人，你放心吧，他逃不掉。何弗瑞神父，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龚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。龚先生，这花是大清宫廷里的花，那你从哪里得到的呢？嗨，胡先生，您知道我和前英国公使威托马是好朋友。4年前，我带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，您知道，这士兵眼中只有金银器，对这些画根本不感兴趣。所以我就装走好几车，但是最近在下实在是手头有点紧张，所以就想拿出来换点钱。Money！ 哼，你不必担心，我的朋友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令你满意的价格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快快去叫人！是，快去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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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
你不是与安德烈打斗吗？为什么要反身去杀那个穿洋装的？这家伙叫龚啸拱，他是大师。龚子珍的儿子。龚啸拱，你与他也有仇？他与我没仇。他和中国人有仇。四年前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就是他带的毒。他还偷了。 继承皇室的珍宝，陆续卖给了洋人，所以今天遇见，我自然不能放过他。别说话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不行了，这洋人的火枪。 牺牲大佬，你没有看错。那时候我的确是废了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些事，又把武功找回来了。东海川，你让我看看你的专长，完完整整的开一次，你还撑得住吗？如果看不全你的专长，我死不瞑目。 将军，我这八卦掌打起来讲究侧后进步，不正面冲突。Go！ 你这个黄皮猴懦夫，放马过来！ 我不需要这些火枪，这样也能打死你。
什么？王爷来了，哎呦，见过王爷。我说今早喜鹊叫呢，原来是杨老弟来了。上次王爷说这府上来了几个练武的朋友，在下见猎欣喜，特来拜访。好说好说，我就把他们都叫过来。去叫是王爷。啊，快请坐。好，王爷请。全哥，全哥，王爷叫大家都过去。怎么着？我听说是杨露禅杨爷来了，要跟咱府里练武的人见个面。啊，知道，您去吧。哎，好。师傅，您接着教。刚才是怎么着？是这手？杨露禅，是你报的信吧？师傅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您看啊，我现在都是您徒弟了，我得知道知道您这掌到底有多厉害，不是？我打你！哎呦呦呦！您打我一顿，我肯定我会知道。但是您我，可只是我一个人知道啊。我觉得您这掌得全天下人都知道。你快去吧。不是师傅，您真不打算跟杨露禅过过手？我看看再说。行，那我先去开开眼。去吧。哎，得嘞。就在今天吗？功夫了得，在下心服口服。瞧见没有？贵府可有一位武功高强的长须之人？这位师父啊，请问你笑什么？不是，
您没错，杨爷，还真有一长须之人，您瞧见没有？那就是我们王爷。还有哪位师傅想过过手？那个杨爷，要不我试试？请王爷，我试试。老圈还有这两下子，不能被打吗？御膳房的董公公，咱们府里还有这样的高人啊！杨师傅辛苦了，请喝茶。是你？是我。当日杨某大意，错失了高人，心中懊恼，今日得见尊驾武功，足慰平生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也有个小戏法，请您看。这怎么比武还难出个鸟来？这是干嘛呀？杨老头，这鸟在你手上怎么飞不起来呀？啊，启禀王爷，这是我师父独门绝技，鸟不飞。王爷，您看。这鸟要飞，双脚必须蹬起，利用反弹之力扑棱翅膀才能飞翔。我师父听劲的功夫已如化境，手掌能感受鸟儿双腿的蹬力。鸟若要蹬起飞翔，它便反手一沉，将鸟儿的蹬力瞬间化解。因此，鸟儿只能扑棱翅膀挣扎，却离不开掌心。哦，这就是太极拳论的一女不能嫁，萤虫不能落。嗯，高，真高。董师傅，见笑了。沾念连随。杨师傅果然好功夫。请问，董师傅的八卦掌有什么特点？眼好，手快。眼好，手快。那我倒想讨教讨教。讨教不敢当，一定得开开眼啊！王爷要开练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让开点，让开点。别提了，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。
师父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你我算平手可好？正有此意。董师父，请。请。二位，这一屋子人按照江湖规矩，可没有跟出去偷看比武啊？可否透露一下？这到底是谁赢了？到底谁赢？你没听见？这回王爷，董师傅的八卦掌，招法独特，功力深厚，不在我太极拳之下。今日得见太极阳的胸襟与技艺，受益匪浅。我们平手言和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董海川，你在本府十多年，深藏不露啊！从今日起。本王聘你为本府武术总教头，领七品衔，护院总管。自此以后，董海川创下的八卦掌名扬天下，开枝散叶。他的亲传弟子尹福、程廷华、史继栋、马维奇、梁振普等人也闯出了威名。八卦掌传承至今，延绵不断，传人遍布世界各地。全家疲劳，无口多饭，沉涧追舟。七归丹，佩戴半拉。